跟他报告一下啊、哦，这个就是有没有？人家传说中农历七月没有回去的青头鬼，农历七月没有回去的青头鬼啦！啊、哦，来，这种农历无登记啊，吃播来，反正都是老客人，反正一开播都是我们家老客人来啊、哦。你看那美女吃东西都是漂亮的，老看到啦。哦，哎、欸，帮我刷整排的爱心给你，帮我刷整排的爱心来，让你们看直播。让你们看吃播啦，啊、哦！我恁看一下吃播诶，我恁看一下吃播诶，我恁看一下吃播诶。青头鬼啊！哎、哦欸，前面虐待珍珍，是他自己。你请问一下，这位施主，你几点？你几点从你家出发？他在林口，我猜大概，差不多2:40。50:40。我真的2:40出门，2:40，你再从林口下来至少20分钟。不用好不好？我家来公司12分钟而已。哦，你家五家也。林口哎、欸。对啊。一半很多人下。你是直接冲下来那种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家。青山路有区间测速，你知道吗？12分钟。啊，你走哪里下来？就走青山路下来、啊。青山路有区间测速，你有办法开那么快？可以啊，怎么不行？你把大台遮起来，是不是？我就只有。那个有一只测速照像50的那只有过，其他我都不会管它、啊。没有呢，区间是你不能。没有，它下山没有区间、啊。都有，两边都有，两边上下山都有啊，连个北区。可是我这一年以来，我都这样开车，我都没事啊。啊，你是慢慢的开，还是有点快？啊，有急呀、啊。看心情决定。看心情的啊、哦，看心情的啊、哦。你们的没事都弄个粉红色，害我不能笑人家什么卖什么东西啦啊。哦等我一下、啊，重插一次，重插一次，都重插。全部重插，可能折到还怎样吧？有了，现在有了，现在有了，应该是折到了。有了，来，有了，重插就有了，折到了，可能折到那个麦折到了。有了，那个麦折到了。那、哦、九月要干嘛哦？九月其实我也不知道干嘛。九月要过整个月的中秋节，然后整个月的中秋节是什么意思？要烤一个月了？烤肉。烤肉烤一个月，然后就是我的生日，就要过生日了。啊，对呢，对、哦，对呢，老粉们都知道真的生日，真的生日很好记，啊、哦，真的很好记。哎，昌宏什么东西啊？昌宏啊，不要乱讲啊，啊、哦，来，你看脏东西他们都叫，你看自从他们开始叫了什么宝儿宝贝之后，现在连你都叫宝贝，你看看呢、啊，这些男人哦，有吗？哪里？这些男人哦，脏东西啊，哦。哎、欸，老客人来，进来，就帮我们先刷来啊！哎、哦欸，你们多久没看到珍珍了？烤、啊、肉就是要烤月，烤肉，我在讲什么？烤月。你们多久没有看到珍珍了？你们自己看一下，啊、哦，真的蛮久的，至少有一个多月，应该有，至少一个多月啊、哦嗯。他们都很伤心，他们说那你要那时候你要出国，他们都很伤心呢。对啊，他、啊、每个人都买机票要跟着出国了呢。真的假的？啊、哦，听到你要去什么那个什么菲律宾是不是？他们都飞往柬埔寨了。我明明去泰国。哦，你是去泰国啊？我说泰国，哎、欸，我明明就说泰国。那个谁，可心跟我说你去菲律宾，奇怪，我想说去的不是泰国吗？泰国。可心就丢高哦。啊、哦，来，那明尼亚。啊、哦，来，伊米尼亚，对不对？我们家围巾真好用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小泉你又来啊、哦。哎呦，机密居然知道啊。哦对，没有错，是珍珍啊，阿姨最爱的珍珍啊、哦，阿姨最爱的珍珍，还有那个陈奕晨。我说烤肉。啊、哦，对，烤肉。要疯狂的烤肉。昌宏揪你去十月份车聚啊，庆生啊、哦，昌宏你真的吗？你讲真的讲我的啊、哦，来，珍珍你东西收到了呀，来感谢来，帮我们试试看啊、哦，帮我们试试看啊。十月份是什么车聚啊？
我十月份一定整个月都在过生日。整个月都在过生日什么意思？我生日都过整个月的啊。过整个月的。对、啊。哎、欸，你知道古代是那种那个大户人家，人家过比如说六十大寿会过整个月这样子。是吗？可是我历年来都过整个月、哦。你一年都是过整个月的。我历年来都是啊，我大学毕业就都一直是过整个月的。从国庆之后就是过整个月的，然后。你看看多夸张了，对，小泉真正出现了啊、哦！出现先给你们吃播，先给你们吃播一下啊、哦！来，我朋友在就十月份烤肉，真的假的？阿姨这么好啊、哦？怎么那么好？什么祝寿？才不是嘞！对啊，支援那个祝寿的概念差不多。是开心才会过一整个月。哦、对啊，然后你再过一整个月的啦。哎，这要过一整个月就表示什么？朋友够多，啊、就要表示朋友够多啊。啊、然后演啊，从十月就开始，就是每个礼拜都、就是对，就一直过、哦，一直过，一直过，一直过，对，一直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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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过年，一直过到过年，没有过到过年了，十、哦、月份过完就好了。来，从生日前过到月底，对。我去年生日就是过到31号才结束，我每天都在过，然后我已经切了不知道几个蛋糕去。你看看啊，啊、哦，有没有人要帮真正过生日的？有没有啊？来，天天喝过啊，他应该没有到喝过啊，因为真正很难会喝过啊。喝酒。啊、哦，真的很难会喝过啊，哦、他喝的都健康的人，他喝的那个都不算酒，哦、啊，只是有一点酒精，然后是当饮料在喝，当成饮料在喝啦，啊、哦。都喝果汁哎、欸。果汁吗？健康人。喝果汁吗？有酒精成分的果汁吗？啊、哦。来，大家笑好了，一天没有见，一天没有见，就给你们最爱的真真啊啊。哦我边缘的哎，阿姨我也是哎、欸，我也是呢、欸、啊、哦。对，是开水。哎、欸，对的，东方借过你啊，对啊。对啊，他没有在怕的，他没有在怕的啊。哎、哦，这个金融感惯啊，对他来说，他们没有回来在任何区域，他只能去。真去，这是卖茶。这是去泰国玩，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哎、欸，我觉得没什么特别，没什么。就一样吗？对耶。有大象。忘记了，他怎么有可能记得？他怎么有可能会记得？啊、哦！那时候看在那边泰国玩的还蛮嗨的，他们泰国那是夜店还是酒吧？酒吧。啊、酒吧。那酒吧。啊、酒吧那个路都。张东西什么吉普啦？什么鬼啦？啊、哦！58高没有啊、哦，你太高估我了。米江说要改十月不行啊，米江啊，十月要约他约不到了啦，十月要约他约不到了啦。真的假的？九月有粉丝见面会哦。原本预计是九预计啦，可是要看立大那里到底怎样。好啦，我这次会尽量排开，是不是？我会想办法参加的，各位。啊、哦，可能就只能出现20秒之类那种，出现个20秒。你以为我是罗百吉哦？出现30秒之类的，你太忙了啊。要看哪一天呢、啊哦？好了，我这次我会到，我答应大家我会到。很难呢，我觉得你很忙，九月还有可能啊，十月可能就难了。十月可能就难了。十月是可以啦，可是十月10号的那一周全部都满了，没了。都满了吗？满了。行程都满了吗？对，要不然就要第三周、第四周了。上次高雄没看到我，对啊，高雄我去。其实我们差15分钟吧，我记得15分钟就可以跟答案见面了。15分钟。哎、欸，老客人还没有分享的，帮我分享一下啊、哦。结果大家就撤了，然后我就回饭店了。对啊，他们都超期待的啦啊、哦！就因为有了一个人搞乌龙啊，没办法啊、哦，有一个人搞乌龙啊。那个人一定不是我，那个是司机的问题。对，那是司机的问题，司机的问题啊、嗯哦。来，排水管脏了可以用万用器。排水管哦，用清洁剂。Michael， 你可以试试看喷，用喷，然后让它分解。可是排水管在里面的话，基本上如果卡住啊什么，那可能用另外其他东西啊，那可能就要用真的偏那个什么碱性，或者是酸性一点的东西了啊、哦。对，哦，这很脏，我以为是垃圾。阿姨问什么？后面有不少人还在问汪汪呢，什么意思？哦，他说他们还留在现场了。对对对，他们后面很多人，啊，因为我要赶着去吃饭，就这位太太说她要什么1个小时哦，那么就1个小时没办法再等了啊，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先去，因为我们有约吃饭的地方了，
就赶快去了，因为一直跟他延，从七点半延到八点，八点延到八点半。然后这位太太就说他要一个小时，那我们就一个小时，我们就先去，我们不能再跟他延了。结果这位太太十五分钟到我们那边了，嗯，对不对？差不多嘛，十几。好像是十分钟就到了。对，他大概十几分钟到我们吃饭的地方了。对，哦，他自己搞乌龙，他自己搞乌龙啊，哦。我以为嘛，一切都是我以为。可以跟来，感谢 Michael 啦，感谢 Michael 啊。穿什么鞋？他穿拖鞋。拖鞋啊！凯源他穿拖鞋。你要买鞋子给我穿吗？我们公司的鞋子，我跟你讲，我一双都穿不下，因为他们买那个37号，我脚38号，我他的脚比较大，真的脚比较大，一双穿得下啊、哦。所以鞋子都是他们其他人的。没有早讲，没有专车接送，米江，你就在等这一天啊、哦，你就要等这一天，到时候那个台中的那个高铁，你再去接他啦。台中高铁，你说下一场办在台中吗？没有哦，对啊，就是万一是台通，啊就万一高铁，你再去接他，米江。好了，好、哦，我把这机会让给你。哦，不行，台中高铁的话，我学长就会先抢着去。啊、哦，我学长就会先抢着去。尽力，然后待全程。其实都还不知道，要肯要看那个立在那里啊，因为我们现在都还没有都没有个预计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老客人，等我们通知，等我们通知来。我穿羽毛手套，为什么？什么意思？叫你穿在脚上呢、啊？叫你穿在脚上。我当场的意思吗？哦、你这样台上不熟没关系啊。啊、哦。你在羽毛手套。啊、哦、我知道了。长虹说出来从新庄，长虹脏了，你多了啊、哦。新庄开始接受。要是可以从新庄，就是我们公司人会带他出门一起的。对啊。好、哦。那你还不如去我家接我，是不是？哎呦，这样讲，长虹会去你家等你哦。啊、哦，他要去你家等你哦。家又不住新庄，你来新庄接我干嘛？对不对？他如果可以来到新庄公司，他就坐我们公司的车出门了。啊，哦、对呀、啊。哎、欸，老客人，张爱心刚进来的朋友，张爱心记得帮我按一下啊。啊、哦。谢谢张爱心，欢迎。他说没问题、啊。当然了、啊，昌宏当晚说没问题。啊、哦。真的吗？那所以你要来接我是吗？他家住在高雄。昌宏说小事，昌宏说小事来啊。哦这个要私底下讲，不能害米江，不用怕啦，米江没在怕的啦，哦，米江没在怕的啦，哦。米江何等人也，他怎么会怕？零号环境。这个你是去泰国前染的，还是回来才染的？回来吧，因为我记得那时候你要出国前，你还来拿东西，还没有染头发。我那时候也是绿色啊。有吗？我那时候也是绿色。有吗？没有注意耶。已经两三个月嘞。什么两三个月？这个有这个颜色有两三个月有吗？对啊。我怎么都没有印象。我这次是不同的绿色，我上次是亚麻绿。哦，这次比较绿吗？我上次是亚麻绿，这次是深棕蓝绿。还有会变色就对了，会变色就对了。这次有带一点蓝、哦，但上次比较绿耶，上次真的比较绿。有吗？嗯。我怎么都没有印象。有啦，上次比较绿。是，好像健忘症了，健忘症啊。哦而且这是洗过的颜色，原本更绿。原本更绿。对，原本更绿啊！现在洗的变淡掉了。绿色吗？现在变淡掉了。我是、啊，可是我觉得这次感觉比较绿耶。然后上次比较。来，真努力二，真我上力二。老客人啊，赶快先帮我们聊天，多聊天，多互动。对，今天是真真哦，趁前面几十分钟，你们可以赶快跟他互动哦。等下我人数进来，我就没办法跟你们聊天哦。对啊，我出国前就已经是绿色了。嘉诚，你怎么都知道？我怎么都没有注意啊？嘉诚可能有 follow 我，这么厉害啊！什么绿都可以，哦、女生的钱就是好赚，什么绿都可以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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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绿色不是那么好驾驭，是重点。真的，嗯，真的啊、哦，就驾驭不好就变青头鬼了，真的。我那时候一直说我要染绿色，然后那个设计师吗？对，设计师就一直说你为什么要染绿色，然后我就说我坚持我就是要绿色，他就说好吧，那我帮你染绿色吧。因为这也是我人生。可是你的绿不是那种很夸张的绿，就倒还好。我第一次真的是那种超级深的，有吗？很明显的绿，超级绿的那一种。然后染完之后就变成意外的好看。然后结果那个设计师，我后面去的人哦，至少五六个全部都染绿色，跟我同一个颜色，超夸张的。你这样说啦，你看看啦，很会讲啦，啊、哦，很好看，什么颜色都好看啦，啊、哦，看得到一点蓝色。来，荧光绿哦，也可以哦，建成荧光绿也可以哦。啊、哦，荧光绿我认真觉得不错。荧光绿我就不敢了，那个先不要。啊、哦，整个对，就像萤火虫一样啊、哦，像萤火虫一样啊、哦。来，罗罗亚锁针是什么东西啊？啊、哦，
哎呀，我知道它是什么东西。它全名叫波波雅哦。它那个太绿了啦。哦。不知道它叫什么。索隆那个太绿了啦。对啊，它那个真的是绿藻绿藻色的头了。绿藻头。哦，叫它绿藻头，不是假来。有原子釉的组合吗？君王上，你要不要买那个联名款，原子釉的联名款？我现在在做活动哦。如果你有要的话，那个君王上，你帮我去私讯好不好？君王上，你帮我去私讯来啊。亚麻绿开始很绿，洗过几次就开始变很顺了哦。等等，高雄要下雨了。欸，我们北部再不下雨，可能真的要缺水了。比较绿欸，可能真的要缺水了，很夸张啊！长怎样啊？来啊、哦，长怎样？联名款哦，联名款哦，就一样是，隔要你不明天接啊，你写美术给他口译来啊。联名款一样是原子釉，我们有添加新的技术在里面。哦，啊，如果你有要的话，去私讯我小帮手。啊，就让他去私讯我小帮手。啊，真的吗？今天会下雨吗？台北市刚好下完雨哦。好像会下雨耶。OK， 米江刚去洗澡，刚去洗澡来。啊、哦，哎、欸，你看真真来，我们基本人数会到100人，你看看。哦，我们基本人数会到100人，这很夸张哎。哦，不然平常才50几个就很了不起了。平常那50几个就了不起了啊、哦！我哪有不上班？他怎么可能不上班？对不对？我那么乖的人。感谢米江呢。对。米江手不要乱动哦！哦，米江手不要乱动，洗就洗，手不要乱动哦！哦，莫二北来哦。哎、欸，洗澡听人家在讲话，真的会觉得不孤单哎，真的。昌宏说等真看真真很久了，哇塞，被你等到了昌宏。哦。资源被淋湿了，是不是啊、哦？洗香菇的脏东西，哦，真的是脏东西，哦。我很久没回来。手是戴佛牌吗？应该是吧。对啊。你们还会看呢、啊，现在就看得到了。因为我很久没上班了。嘉诚可以啊，你赶快扣那个得体男上来。谁？你赶快扣得体男陈奕诚啊，啊、哦。哎、欸，他没上来吗？他没有上来啊。陈奕诚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！我上，哎、欸，我前几天有跟他说上，哎、欸，礼拜几？礼拜天啊，礼拜几？有跟他说真。今天晚上来了。哦，他应该现在真的忙啊。他今天要来哦。哦啊、没有，我说他应该会上线啊。你讲到这个，我突然想到我星巴克没领哎、欸。怎么星巴克？有人给我星巴克，可是我来陈建，你夸张了，7149钱什么东东啊、哦？来啊，思源没关系啦啊。哦车章有镀膜挡着，不用怕啊、哦！这个到几号嘞？要去领？这样赶快哦，赶快吃一次来坐着，我们人数慢慢进来了。我好了。我们人数慢慢进来哦。我好了。好了，你就放着那啊，拉过来这边，先来这边。我们的人数进来，我们等一下就开始介绍啊、哦。来哦，老客人，今天还是要靠你们哦，今天还是要靠你们的啊、哦。可以分享的都帮我分享一下，老客人们啊。哦